怎么进来的？抽烟，抽了烟吗？怕无期？你不是在金三角抽的烟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在加油站抽的烟。你不知道加油站是易燃易爆场所吗？别都以后知道了，爆的可厉害了，人山火海的，是人山人海吧？可是人都在火里啊。那你就没救他吗？我救了，拿起旁边的水枪就开始呲了。你不知道有你水的密度小吗？你用水灭火，全程的油底下去了，而且水是流动的，它会带着燃烧的油到处乱窜。后来知道了，要不怎么把远处的学校给烧着了呢？那学生呢？正好赶上他们放暑假，没事儿。可校长和一个女老师吓得光着身子跑出来了，衣服都给烧没了。也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没穿衣服吧？哦，怪不得呢。校长夫人来了，一脚把那女的又踹回火里了。那后来呢？那女老师被烧得到处乱窜，把学校的化学实验室给引爆了，砰，学校没了。学校上空的一个飞机失控，直接撞上了一个核电站，砰，又炸了。你是麦克老贝吗？到处都炸炸炸，还炸哪了？爆炸导致了最大的一个火山爆发，整个城市没了。最大的火山？不会是长白山吧？那怎么是？好像叫什么辐射山。